わらわのような神様を待たせるとは、随分な度胸ではないか。わらわに気に入られたとはいえ、何でも許されると思わないことじゃ、人間。啊，月票刻完啦，不刻完了啦，已经结束啦。早安，早安。啊，感谢猫之翼的21个月，那屁股好吗？啊，应该说大腿。早安啊，早安啊。欸，夏西，我加你好友啊。啊，欸，所以无名怎么了啊？是发烧，哦，还是怎样？我说什么好点呢？哦，发烧，还不给我睡觉，还不给我睡觉，加你好友，对啊，看有没有什么 PC 或 FB 啊？哇哇哇哇哇！换边有，刚刚也是在那个啊，在哪里？音乐台啊，有看到欧元爸爸，早安早安。嘴巴这样好痛哦！啦啦啦啦啦，嘣！我的嘣嘣嘣！等等，要上课不能玩，那就好好上课啊！加油！哇，你们两边，哇哇，这两个人，他昨天替着发招打了超久的日嘛？哦，白目哦。不好好照顾自己，我觉得蛮啊靠，还是我等一下等雨小一点，我可以出门一下。我想看，我想看皮肤科。我等一下可能会发在一个30分钟，因为早上下大雨，我想说哈，那我不去看了。我每次晚上才知道，赶紧他去睡。你要留局了是不是？没了。哇，我那颗痘痘很大颗哎。请问对家，你还在做梦吗？已经没西风了欸。早安，早安。
大写的号子，什么大写号子？ノーテン。ピーチドラドラ。哇，不然趁现在没有雨好了，我等下出门，然后顺便领钱。没有钱了，我说身上没有钱了。兔子都怎么叫？怎么叫？要看兔子会不会叫啊？理论上来讲，兔子会叫这个原因，受到惊吓，或是你让它不开心。路上小心。对呢，刚刚应该要让你们挂啊，我也有错。凶他小呵呵，超凶啊！叫屁哦！你有听过布布叫吗？没有啊，我没有让他不开心过。有啦，也是有啦，只是，没有，因为我痘痘真的是实在是太大颗了，我是怕说没有好好处理又要开刀。那医生是跟我说，吃完一个礼拜的粉，痘痘就消了。可是我吃完之后还是很大颗，而且现在还是有点发红。这是观众场吗？对。但是等一下我要出门看一下医生。早知道我设到设十点了。看你安安。早安，早安。待会这场打完，我先出门，我快速出门，快速回来哈。就怕说那个医院人很多。先看一下有没有下雨，等一下要打雨衣。理论上早上雨会比下午晚上雨大，因为太阳的关系。哦，对啊。没有，早上在8点多左右，那时候雨还在下雨，就刚刚一开台发现，雨好像停了。进医院不要擦鼻子，诊所而已啦，看皮肤科而已。出门请小心，会啦。那夏希人又不见了吗？你把10000打完了，哦，你还想国？你还想国？莫非你有东风？哇！哇！ドラニ。パニャオ。修罗场可以不要只有端游吗？拜托，做个梦啊！先考试，拜拜，好，拜拜。我跟医生说。医生，我有早睡早起，痘痘还是好多，还是没有消。我真的有早睡早起。蹦。啊。G。来个只能糊一满，太难了啦！
龙。不对哦，好像又在下雨了哦。啊，算了算了算了，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不能不看，可恶！反正这局打完了、啊，打完我看，然后我去穿雨衣，然后去领个钱。不行哎、欸，还在下雨。要出去看吧，早点解决。不是下雨天真的很麻烦、欸。啊，不是吧？三班。我要怎么三色同顺啊？请问，还差两张哎，你看一张、两张、三张都打出来了。还是你是说隔壁这边？那这样他才两番而已啊。而且你看好什么三色同胜，他只剩两张牌哟、哦。不是啦，他只剩一张牌。艾迪，太大了，我这把好痛哦，嘴巴破皮。你是合不到大牌才说和平吧？啊！哈！
开场才几张，梦就没了。那早知道我晚点打了，我晚点打就好了齁。那扣子红中扣到差不多后面了，再打掉。好，爸爸，拜拜。来东四局再讲一下，我待会应该会出门啊，应该会出门。哎，然后哎，我看个医生啦，所以等一下会出一下门，再来回来继续开。嗯，出门小心，会得会得。等一下，我要挂什么画面给你们看啊？光遇还是？还是有什么、啊？好像也只有光遇可以挂的。万魔物猎人，打开。然后自动挖矿在那边挖，然后你们慢慢看，哎，好像也不错。番茄枣，哦，笨麻薯，你好久不见哦。刚好上一节课再回来，好的。对啊，最近在用实习的东西，好辛苦了。你哭啥小啦？你到底在哭啥小啦？你刚刚有哭好不好？这样骗我。要不要拉回放？你刚刚是用哭吧？什么叫害羞？来来来来，我们出去看，我们出去看。啊，气死。宿舍的字，这个叫害羞哦。你刚刚是用这个哦，你说是害羞，是白目吗？好，等我一下，我们开个魔物猎人，文字频道属性，台主看医生，等等回来。你放枪害羞，我知道啊，可是你放的时候我是在想说你在哭三小啊。啊，你回我说那是害羞。你是白目。哎、欸、我们猎人改东西，等我一下哦。无聊安安 ,hello, hello。来去看医生。给医生看，你是傻你妈啦，傻白甜，是傻逼好吗？不是傻白甜。
哇，你那天直接讲说克洛伊看上你的傻白甜，我整个是快笑死。大概十点前回来，如果医院人没有很满的话，因为我通常只是进去坐一下，坐不到一分钟就取药了。哎、欸，骑下去大概五分钟，五分钟八分钟吧，然后领个钱十分钟，然后挂个号一分钟，如果没人的话看医生一分钟，取药一分钟，回来啊、很快就到了。你去躺一下好了，快去。我打完了，赶紧去睡。村庄，ご自愛くださいね。最近缺生活点数了。小居早安。早，你不是财富自由了吗？我哪有财富自由啊，白痴哦！刚玩游戏没有啦，我出门看一下，刚好有谁跟你在财富自由？看一下哦，矿石增加。我没有财富自由啊，如果这财富自由，就直接把那个东西全部买下来了。好了，那个我要出门一下哦。蜜鹤蜜红鹤药的彗星银冠，天啊，不大值啊！等一下哦，连发手把都没开了，还是你们想听兔窝的唱歌？我去随便进一间，交给你们了。哦，成功吗？哦，有，好好好，那就这个画面了，那个交给你了，交给你们两只了。好，我速速回来，再跟你们汇报状况。我会带手机出门啊，不要偷说我坏话。哎呀，不要给我乱什么抖内之类的哦，我看不到哦，对吧？我看得到哦，回来再骂。能听到加很丢音。如果你有在聊天室的话，不要再给我空大什么东西的了。难得可以听着工作，哦，好啦，我出门喽，各位。
きます。
哎、欸，傻眼呢！等我一下哦，我挂一下衣，挂外套。我回来了，比想象中还要快，原因是因为，那居然今天休整，真是太让我吃惊了。嗨，大家好，我回来了，今天休整，我哭了，应该先查一下的。我今天就是有查，我应该说昨天，今天十一号嘛，那刚好今天休整，他从九号休到十一号。所以如果我如果今天坚持不出门的话，其实我会白跑一趟。好了，换游戏，换游戏。结束是。对，我还是没刷到自己想要的护士。我体速还是只有二，然后那个什么弱点特效也只有二，所以还是要去刷一下。好了，我们开始了。白跑了，白跑了。有没有人在做什么坏坏的事啊？看一下哦，躺一下好了哦。哎、欸，好哎、欸，那个谁，我怎么叫你啊？叫你碧露吗？还是碧露 ？Hello，Hello， 你还在吗？那只粉色狗狗。わらわのような神様を待たせるとは。那时候我其实看到这两只动作其实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好，奥运爸爸，拜拜。慢慢忙。等一下，我在揉眼睛。哦，下大雨了，下大雨了。还好我回来的早。还好医院今天休整，我回来的少，雨变大了。然后顺便刚刚领钱，想说给我姐一点钱，因为她就是这个里。这个月吧，就常常都是买东西请我喝，有的没的。啊，虽然都是家人的钱，我想说，还是一直给个钱好了。然后一直让他请，又不好意思。
坏人早，早安啊！克洛伊早安。哎、欸，不对，碰错了，不碰也不行了啦哦。力气？不是吧？哦，我想说，你要喂了。好小，好小！我在干什么？我做错了，回来了，对啊，最近又想玩线上游戏了，哎。在想要魔力宝贝还是魔物猎，不是魔兽世界。我就是在选这两个啊，你是在哭哦、喔？哎、欸，居然跟我想的一样哎、欸，哦，好恐怖哦、喔！我还是换另外一款游戏好了，玩个什么漂流幻境好了。魔物宝贝，那可能开魔兽世界。哎、欸，那个谁，加特，你知道早上我出门吗？我那时候还出门前跟那个，我以为你在聊天室，我就说，那个我等一下要出门了啦，那个加什么藤的啦，不要给我在那边空大斗内哦，什么之类的。然后现在回来了，因为早上去看医生。但是那个门诊给我关，给我休息。感谢加藤优一的水果钱，蔬果钱，谢谢。我现在讲话会有点吃力，是嘴巴破掉，嘴唇有个破洞。对啊，很哭腰欸。你昨天不是牙才咬到肉？对，就是因为昨天呢、啊，就是昨天呢、啊。没有，嘴巴我有一个嘴，我一个是自然，嘴唇是自然破的，然后嘴角口腔里面是咬到的。我是 YT 刚刚才跳通知的，好，感谢 YT， 赞叹 YT。都说奇异果，我跟你讲，其实奇异果的维生素 C 没有那个什么的多。如果你嘴巴破掉，真的要吃芭乐，芭乐的维生素 C 比那个奇异果跟柠檬还要多，多太多了。那时候其实嘴巴破掉，我有尝试吃过奇异果，结果吃也没什么效。然后是之后看文章是说要吃芭乐，我就改吃芭乐了，就好很多，很刺激，还好啦，不要吃盐巴，不要抹到盐巴都还好。
リエジ。会超嗨，还好啦。对啊，就是你就那个怎么讲，你嘴巴破掉就是你的那个，你身体里面的那个什么，是维生素吧，就是减那个过少，所以会才会说你什么熬夜火气大，然后嘴巴会破掉，就因为这原因啊。抹盐巴比较快。我也试过啊，哎、欸，其实嘴巴每次破掉都会去抹盐巴、欸，不是因为觉得爽，是因为要赶快消毒还是怎样的啊？我就会赶快抹盐巴，不是真的不是我 M 啊，是抹盐巴真的有时候觉得好比较快，有时候可能只是自己想被虐一下之类的吧，就怕那种感觉。真的没有，只会更严重。你说抹盐巴吗？你说嘴巴破掉抹盐巴会更严重啊？那我还是少试好了，这样克洛伊会担心欸。抹盐巴我记得会把你把里面的水分逼出来，然后好比较快。对啊，对啊。对杀对杀毁繁星对对，不见安安你好你好你好，你不是要去睡了？长痛不如短痛啊！你要想这个哎、欸，你过两个星期才好，不是？克洛伊，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是几岁的时候啊？我在想，还是因为你就是时常熬夜不睡觉，就是免疫力一直没有提升，所以好比较久。你懂，应该懂意思吧？抹盐巴会让伤口发炎，然后表皮坏死，那还是不玩了。我不玩了，我还是不用好了。嘴巴内膜细胞，我印象中二十四小时更换一次。哎、欸，好像对呢。小学啦，我小学很正常。你小学还很正常，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正常的？哦，我以前都会贴那个啊，就是挤那个嘴巴破专用的那种膏，抹下去就是会保护一层表那个嘛，保护你的口腔。虽然会觉得有点黏黏 KK 的，可是真的蛮好蛮快的。啊靠！嗯，算了。我要打这张锁。鼻涕膏是那样称呼的吗？你是普中学才开始晚睡的？我听起来好像用鼻涕去抹不动，不是，它就是一个膏，它是真的一个膏。那种膏怎么形容啊？更粘稠。就口内膏啊。这一场很和平，
大家都好。用贴的那种，哪一种？啊，索性不睡了，你也太索性了吧！我试过嘴巴。雨变小了，下车吃饭去。好，拜拜。下车，下车，你在送货。让我想到那个干妈店会卖的巧克力酱，好甜，满满的脂肪。哎、欸，我的还没吃完呢、欸，我去年买到现在的都还没吃，打算把那个丢掉了。下次不要购物冲动了，买什么一个人限购三箱，三桶。结果我想说，小时候就爱吃。我想说，他说限购三桶，就是想说他的那个宅配的箱子就三桶那么大，就好买三桶。就像一桶都还没吃完哎，好烂哦、喔！一二四五六七。一桶可以吃很久了，我以为我可以嘛，谁知道。不能吃了吧，还可以好不好，这可以放超久的，看一下哦、喔。来一张一张慢慢丢。看一下哦、喔。保存期限2020年。欸10月3号，好的，一直到10月3号哦。啊，2022年，对，2022啦，好，结束结束，我们话题结束，2022好吗？2022。我怎么后面都开始进制牌了？好了啦，不要再打2020了啦，2022好不好？2022。七。失礼，弄。リーチ。ロン。慢慢囤粮，我每天吃三根也不够吃，你知道吗？不，也吃不完，你知道吗？天白，大大我都每个人都不会想面对的年龄的增长，算一年是一年东西。你在说什么？まさか私に勝てるとでも？
每天吃十根太甜了，会变胖啊。我要的牌都在我手上，你就在国事无双不是吗？哎、欸，再点一下我、哦、拜托。如果看到我没开始，请各位再点一下准备啊，谢谢。不然我等不下去会踢人哦。哦，卡哇伊狗啊！我缺七根九条。还有什么？刚聊到哪里？哦，对对对对对，巧克力这个，还是谁要？给我地址，我寄过去好了。当时一桶好像买多少啊？两三百吧。还有那种吃起来不像巧克力的巧克力吗？那种我就不喜欢吃啊，那种就算了吧，那个我就不爱了。哦，卡哇伊多多，哎，马同学，下次跑图我讲一下好不好？就是如果欸，你也没事做了，也不知道干什么的话，就是让那些图还没跑完的人给他们机会进来，你懂意思吗？你今天好蜡烛灰了，然后没有事情可以做，可是你今天就是占了一个名额，对啊。像我那时候也是灰了，我就说我也不是说利用完就跑了，我是说我灰了位置先让其他人，对吧？那其实怎么讲，像那些有小号的人啊，他们每天都要顾那些小号嘛，有时候他们像呆鱼，他就会觉得说小号就是感觉在吸趴，然后卡的位置很不好意思。我说你干嘛那么想，欸啊、因为那天我也开导他很久，我跟他讲说，不是欸，你看好，今天你当司机，你开着小号在跑图合情合理吧，对不对？就是他如果是司机的话，那我们是吸他，那我们是蹭他的车，那他开他的小号蹭自己的车合情合理啊。然后那天好像就是跟他聊了很久，就在那个说服他，就是说你就自己开又没关系。我也是跟他讲说，你看像现在三点一到，会准时吃海胆的有谁？我就说，现在就是，准时吃番茄就是佩佩嘛，然后呆鱼嘛。你看哦，佩佩呆鱼的话，两只就四个人，不，两个人就四只了嘛。好，四个人再加上你，然后番茄我。啊，我有时候可能碎石我也是自己吃嘛，所以可能还那个这样名额就有七个啦。啊，在这随便再加一个人的话，就刚好八个啊。你也是觉得没问题对不对？对啊，我觉得今天我们是蹭你的车，然后我们也是各忙各的东西。像马同学要上课上课吧，还是上班？然后番茄是上班啊。啊，我的话就是刚睡醒，眼睛张不开。对吧、啊？啊，我们去蹭到车，就觉得说有车蹭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哦，上班对啊。然后那天就是聊一聊，聊到说我就是突然闪退完之后连过去，发现他在捡金人。我想哦，你还在跑，那我就先不打扰了。我先不打扰了。我牌真的好。我总在合小牌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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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怎么了？
我最近也都没在看米米他们开台了。昨天跑，欸，前天跑去看米米玩那个运动的。有可以蹭就很感谢了。对啊。然后讲到后面，他说：“哦，我居然被说服了。”所以，我昨天才会说嘛，那个谁，我昨天如果有印象，我在跑光遇的时候，我有说吧，那个呆鱼啊，你的小号嘞不过来吗？对吧？我有讲吧。因为呆鱼每次就是为了我们嘛，他可能就是上班，欸，上班前也是跑的。那跑完图之后，他下班后又再跑他一次小号，所以他一天花了很多时间在跑图上面。我想说，你就少一点呢，就自己跑又没关系，对吧？啊，有时候我一直跟他讲说，你现在上班嘛？他说是的话，就是换我跑嘛，就互相啊。没事没事，只是嘴巴很痛，嘴巴还在痛啊。吃番茄，我刚刚是说吃海胆吧。地址没有？什么？你要来吃我？先别好吗？哎呀，你魔兽世界是啊？对呢，昨天没有载魔兽世界。你魔兽世界是哪个服啊？你看一下，你现在是可以看哦。你丢去 DC 光遇什么？丢去 DC 光遇。现在就是，准时吃番茄就是佩佩嘛，然后呆鱼嘛，准时吃番茄，就是，白痴哦。准时吃番茄就是佩佩嘛，然后呆鱼嘛，现在就是，哦，三点吃番茄喽，三点吃番茄。Come.喝绿豆汤差点呛到。欸，番茄要拿来烧好吗？好，棉被猫加油，上班加油。擦药，擦痘痘药。教主早安，林毅早安，早上好啊！哇，可惜。リーチ一発、ズモ、ピンフ、タイヤをドラにドラ。バイマン、本一、
伺服器的话，我在圣光。圣光之愿吗？是吗？是不是圣光之愿？为什么我讲得出来嘞？你猜啊？哇，那你是联盟还部落？这么巧、喔，哇，好恐怖哦、喔！联盟，哇，好巧哦、喔！那我可以跟你 A 东西了，太好了，太好了！你也先去上课啦，大家拜拜。好，木木拜拜，准备好中。刚才想玩什么游戏，现在游戏里面都那么巧，好可怕。没有啊，是因为我跟那个谁，我们之前就是有话题共通，就是魔兽世界跟魔力宝贝啊。然后那时候他有拍他之前玩魔力宝贝的那个游戏的那个图片给我看，然后我就说哦，好好哦什么之类的，因为他的宠物有几只哎。欸现在他一周年的那些什么小鸭子有兔耳朵的欸，所以你有看你角色几等吗？我还没宰，我还没有宰，他压缩后的等级我都还不知道啊。看来番茄很心急哦，他很心啊，他心急得呢，心急如焚。啊，原来番茄是男生哦！哇，你现在才知道哦！哦，番茄你藏得很好呢。你一直以为番茄是女孩子，我跟你讲，她今天是女孩子的话，我为什么还要拒绝她？我从头到尾在拒绝她的那个呢？那个什么？她对我示爱好吗？我从头到尾在拒绝她。好，克洛伊，拜拜。吉米，你就拒绝很多次了哦，那是因为认识太久了好吗？所以他就欠扁啊。哎、欸，他整天说自己是傻白甜呢、欸，还不扁他，真的是对不起我自己哎、欸。想想他当时追了我什么？克洛伊就是看上他的傻白甜，他讲了这种白痴的话、欸。我还不能生气吗？我也只认傻这个字而已啊。ノーテンです。因为我们那天在跑狂率啊。
然后我就私底下不是在那边讲嘛，讲一讲讲到后面，我说你看为什么克洛伊看得上你，还是什么之类的，不知道，可能是看啊。他说什么？我怎么会知道看上我的傻白甜吗？我那时候跑光一跑到手在那边抖，边抖边笑、欸。哦，好像讲话不能太激动、欸，哎，嘴唇好痛，嘴唇好痛哦。有没有白甜呢？应该是说克洛伊是白甜，然后齐敏是傻，对不对？加在一起就是傻白甜。老君的头贴好帅。帅吧，我跟你讲，他的头贴就是他本人，你知道吗？型男很行啊，你真的不是？你说不是喜欢西明吗？刘星，你放弃，放弃，放弃好吗？人家有女朋友了，不是，人家也不是这样讲，还不是白甜的部分吗？不用了，你已经够甜了，好不好？你看看，光是你的声音，嗯。型男大叔叔你有男朋友了，哇，可惜了。 Bonya， 不是主厨，是叔叔，型男大叔叔。繁星的干话不要太认真回答。那小，你在说什么？我在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说你好像很懂我哦，你谁？哎，不对，靠腰，哦，也对。欸，所以我说英雄围城到底更新了没啊？5月4号到结束到现在都还没有下文，好烦哦、喔、赛季结束到现在没有消息，看一下哦、喔、Hero 戏剧没有，好，继续。我知道他在讲干话，我只是不太想让他尴尬。不用，不用对我这么好，请让我尴尬下去，好不？听这个又不好。哎、欸。可是你帮我画头贴，那又怎样了？那只是画头贴啊，对不对？哦哦 ，OK， 好。おかげさまで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啊，感谢马同学新手跟音影月，对的音影月。好，无聊 PP 文艺文林一，哎、欸，那个再点一下确定哦，感谢你。应该说你的认真回答，该我尴尬了。对，今天讲一些事情，尴尬的人就输了，好吗？讲干话，讲一些冷场的东西，只要你不尴尬，就赢了，好吗？今天为什么空气会突然安静？就是因为你尴尬了。因为你只要不觉得尴尬，空气就不会安静。就像今天我剪的那个啊，像前天那个啊，这不是说那什么鹦鹉很难生吗？有吗？团团讲的。我说也可以很女，那个谁他就补了一句，也可以很女生啦。太烤肉，他叫雨恋呐、啊，太烤肉。口人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有些打一些字啊，这样讲好了，有些简体字。有些繁体字变成简体会变成口，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吧？那我们就是会故意酸说那些简体字变成啊，不，那些简体字的口字就变成就口，所以我们都口人就是那个杀人嘛、啊，像有些字的杀，然后死啊，或是尸体的尸啊，都会被那个屏蔽掉，所以我们都会用口来代替。今晚会上烤肉，我都用零冷，为什么是零冷？漩涡零冷吗？被马掉，我要口了。对啊，就那时候有一阵子就是，有一阵子就是转成忘记什么事件，就是很多都变成口，就是说什么口了人。还是说什么一次口了四个人，然后就是那一次开始之后，口这个字就开始盛行起来了。非人也不是非人啊，就杀人嘛，他就把人家给杀了啊，就口了他。啊，在我们这边的术语就是，就是口嘛。立即。之前新闻讲的啦。然后就是我们这一台就是引用到现在啊。是那个你有想过口的是我那张图不是欸。车速过快就看你怎么想啊。阿西米也整天说要口我啊。对不对？新民整天都在香港说我要口了教主，我说来，你来台湾，你把图丢赖普区了。不是这个，不是这张，不是这张。那个是新闻啊，我那时候看新闻看到的。阿贝一直叫。才动一局怎么了吗？我不能做国士无双吗？在规矩那么严格的吗？原来动一不能做国士无双哦。现在动一局这么严格吗？
修罗战都每局做过了，哎呀，是我丢的那张图开始的，也不是欸，那个其实很早之前呢、啊，因为之前玩一些就是翻译不完全的那个翻译不完全的游戏，常常都会是说口口口什么之类的啊。繁星病好点了吗？昨天声音很哑，我没生病啊，我怎么了？我没有生病，我是那个啦。昨天声音很哑，几点啊？几点时候的事情啊？我没怎样欸，我让你担心了吗？恐鬼症，你说的是肥你吗？啊，对，就类似啊。口口肥泥吗？还是叫什么？啊，他叫口口啦，然后小醉叫小小口嘛，对不对？醉醉叫小那个。砰！哇，好可惜哦，不可以绿啊！不是什么平行时空，我们是多元。口口不是饮料店，我不知道、欸、哪一家、啊。利基，感觉比平常哑，没有啊。利基，昨天什么时候啊？抓鬼的时候吗？教主只有把作息，你不是在上班？没有啦，我昨天几点就睡啦？我昨天一点半就睡了欸，没生病就好吧。对啊，我是健康的健康。繁星，我好奇问你一下。有没有观众电话传情啊？之前有，可是我发现跟观众玩太累了，原因是因为，哇，你就算我没合这张也是这一张欸。多的。跟观众玩的有一个缺点是因为很多观众没有绘图板，而且也都不知道在玩什么，有时候可能只是简简单单的，然后有个白痴可能出了什么国四无双十三面好了，然后呢，他们只能用滑鼠或是手机那边戳画面，画半天，这样辛苦的也是我，可能一局十个人好了，全部画完之类的，我可能就花个30分钟以上了。所以不是我不想开电话传情，是因为顾虑到很多人没有绘图板，对吧？不然我也想跟他们玩电话传情。之前有尝试过想，要开那个啦，类似你画我猜之类的，但是有些人画的图让我觉得很没必要，就是可能他想要表达，像比如说日月潭，好，画个太阳，画个月亮，画一个湖，这样就好了，这样还 OK， 对不对？但是有些很太刻意了，就是，比如说挖土机，他可以真的画出一个挖土机。啊，或是画一只鸡在铲东，那个铲土也可以，对不对？我的话会这样子做，可是有些人的做法是又画一个手在挖土，然后第二个再挖一个土，第三个再挖一个鸡，我就觉得这样子就很没必要了。好，这边来讲一下哦，就是我当时啊画画会进步的原因，是因为我首先先画一个就是兔包的那个嘛。就是我俗称都是叫他吉祥物啦。我当时的人设就是那一只兔子，然后我当时就是比如说今天是说厨师，我就是直接画了我那只兔子的样子的厨师这样子，所以而不是是怎么讲，不要为了那个硬凑上去。今天不要就是你只是画了一个图上去，然后再画一个厨师帽这样上去。
你干脆就直接把它戴在头上当个厨师，对不对？画个围兜兜，画个菜刀这样子。啊，可能今天是说什么皮带，那你就是画那个东西，然后把皮带系在腰上面来，而不是你只画了一个人物，然后那个皮带再额外画一个皮带在旁边，这个很多余，在我看来会觉得很多余。你只要把那个东西放在你身上，或是比如说铲子好了，你可以画一个人在挖东西，手上拿铲子啊，而不是画一个人再画一个铲子。那今天你既然已经会画铲子，你就不要再画那个人啊，这只是会让我觉得说你是在拖时间，跟我们那种画一大堆噼里啪啦系列，然后像我不是也常常就是画了很多张图，然后最后才把重点画出来嘛。但是重点来了，我画的那一堆图里面，我也没有说是衔接不上的啊，对不对？可能今天是说要吃汉堡，就可能只是绕一大圈，可能有人手上是拿着汉堡这样子啊，但是也没有说刻意是说啊画一个人可能食物中毒之类的，眼睛打叉，然后汉堡画在旁边说有毒，就这样子啊。上班心很累，就要偷偷娱乐一下。你想要怎么娱乐？砰！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我等下这局结束，我画一个大概给你看。吃汉堡，画出一个吃汉堡。哈哈哈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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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想不到欸，总牌会来这种牌。那青老头不就对，就是那个青，对，没有错。可是有时候你要知道，就是他们毕竟没有绘图板嘛，然后也不是说本身就会画画，但是有时候就是为了已经都玩在一起，就不要去计较这种东西嘛，对不对？有时候想象力就是要慢慢的创造出来，所以我才会都会去示范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我都用手指戳的画，对，有些人是这样子画，但你要顾虑到有些人本身不会画画，他们都说所谓的画火柴人嘛。我觉得怎么讲，每个人其实都会画画，只是你有没有办法把你想画的东西表达出来。你今天画了一个火柴人，你也是可以表达出他在做什么动作，只是你没办法画骨那个啊，肌肉线条什么之类，那没关系。就只是你可以把那个声音好低哦，你可以把那个他的线条比例画不出来没关系啊，你姿势那些还是画得出来啊。啊，非得要我口人是不是？我来了，没毛病，还是有啦。我这张一直没出现，怎么可能？骗我！三杠子，没办法啦，在这里呢，大哥，看一下呢。
还想扣我吗？七百。リーチ一発ヤンペイコ本日バイマン弹药ドラ反弹的火柴，我觉得算是很传奇了。他就是抓得到重点啊，所以你看团团会画画吗？他不会啊，但是他就可以表达出他想表达的东西啊。感谢感谢。好，我们回来刚刚说的，看一下 OBS 哦 ，AI， 像比如说挖土机这个东西，会有三种画法吗？那个你们先别离开哦，我只是稍微示范一下那时候说的话。挖土机就可能是你画这个嘛，对不对？这样子。好。就这样就好啦，一个挖土机嘛。那有些人啊，我的话我会画成这样，这是一只鸡，干嘛都不对，然后但是它是在，这样子，像这样子，对，挖土机，对不对？啊，有的人是这样子做，我是最不理解他是要干什么。哼，他会比如写个一、二、三，啊，挖怎么挖？挖就是一花，可能花一只手，这样子啊，可能这样子吧，挖鼻孔的哦。挖，然后土嘞，土就画这样子，然后鸡就画这样子。我觉得你这样子画画，难怪会你进步不了，对吗？那今天你画成这样子的话，因为为什么会进步？是因为你画了一有主角，二有动作，三有物件。你看这边主角动作物件，你只是三个什么讲丝块，对吧？那我今天刚刚讲的厨师就可能是我画这个嘛，这样子，那就是这样子啊，你就这样子画出来，这样帽子画出来大家就猜得到了嘛。所以通常我们那时候在玩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子，可能就这样子嘛。好，然后开始画围兜兜的时候，然后这样子就开始叮叮叮叮叮猜出来猜出来猜出来，就这样子，这样子，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厨师机哦，厨师机，我那时候记得我怎么画的，我记得好像我那时候是这个画这个东西吧。那个日麻的，再等我一下哦。
好啦，结束了。好，我们回游戏。对啊，所以你画画要进步，真的就是要跨过平时画的一些图。你就是因为怎么讲？你平时画的那些图，你一直重复画，就只是更快加快你就是画同样动作的速度啊。如果你跨过一些不同动作的话，虽然会画得慢，但是你就是会累积经验啊。所以那时候跟我玩，在玩开心宝贝嘛，我那时候讲，那时候跟我玩开心宝贝的人。很多都是在要很努力去猜我在画什么，我的图，就是看图说故事，猜我的图在画什么。花束舒适圈，嗨月月，那游戏已经很久了吧？已经没有营运了，它已经倒了。因为当时还有开心农场的时候，你们的云都可以打对好吗？那两位，我记得是 FB 的，就是 FB 的啊，开心系列啊，开心水族箱啊，开心宝贝，开心农场。怎么补档？1:35到1:39，这是现在作画。然后嘞，给之后要补档的人看，不用啦。打不出那个云。哦。之前喜欢几个游戏都先倒闭了，你说我吗？不会啊，麦块还没倒。你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啊，有些人自动选字不会选到那个字啊。云是这个云吗？是，哦，是你哦，那你绝对不可以喜欢哦。不喜欢什么？对啊，叫月月就好了。因为有时候上字幕我都，有时候云又是又要挑很久，我都会打月月。不是这个月月，欸，怪人卖卵哦，怪人不要闹哦。啊，我该可恶！哈哈，哈哈，好难过。没办法了，等不到六。没办法，谁啊？刚
他刚让我受伤，他先放枪的哎、欸。我想说，我南风又加一番嘛。连口人麻将不是，不是，不是。现在口人麻将太早开了啦。因为好像叫你家二哈，哦，哦，四战客通常要立。又没差，我没有关系啊，不是啊，我想说晚点再立也可以玩那个啊，安琪啊，欧元要养我吗？哦，我跟你讲哦，欧元常常在帮他家狗洗澡哦，每次都在聊天室说我要去帮我家狗洗澡了。被听到了，我被听到，你就打在聊天室，我怎么会看不到？可是等一下我要去帮我家狗洗澡，要帮我家狗吹干，带我家狗出去散步。哎、欸，反正我今天断考，然后我们只考两天四科。然后大家看书，我再看完。你好爽。欸，你通常这样子，我之前的做法就是我直接关台。我就说，今天你们在那边看，上课考试不看，还是不专心上班的。我那天就是直接关台了，我只扛开不到五分钟就关台吧。因为这个做法好像让他吓到哭出来了。不是啊。都要断考，好好念书啊！常年恒温21度，嗨，下班了 ，Hello Hello。啊，现在关台的话，这两个就默默打了，我想那就比较好了。抱歉没，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你们上班听台那些的就上班听，没关系。啊，不是。我有讲啊，克洛伊，我不是跟你讲说你是能上班听台的那种吗？你说可以啊。啊，有些是之前啊，是说什么？他那时候是讲说，因为什么上课在看台，然后被老师发现手机被没收，是骂他活该啊。然后他好像回接了我一句话，我就直接关台了。然后契机是他后面补了我一句，我就那时候就是好啊，没关系啊，我就为你关台啊。然后他好像不信邪，我就直接串流直接关掉了。干呀！干呀！激不起耶！哎呦！上班区域没有声音，我会没有动力。好的，这连杠有点凶，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已经扣很久了呢。他扣了一个世纪了，至少要放个音乐。所以我懂啊，有些我说那种不影响到上班的，你们听没关系啊，就是不要是说什么会被主管发现，然后。会被老师发现被骂还是什么的，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这样子其实很为难我们，你知道吗？今天其实你们这样讲法有点情绪勒索到我们，就是说，いかなる結末も受け入れましょう。比如说好，为了月月台，然后冒着什么不被老师发现的那个感觉在看台还是什么，这样其实有，我是觉得蛮情绪勒索到我们。对啊，我那时候就是有一次是例子的，但是我想要拼四战课。然后所以太早离职，我就是回不去了。我上班只有在交班前那天的。我忘了上次也讲过这件事情嘛，就是说不要讲那种为了什么去来看台，我不要，千万不要，这样压力很大。那我就先请他下班哦。有啊，我也是啊。等一下，突然来一句"我为了你看台"，结果手机被没收，看了会很不舒服。就是这个啊，就是可能说什么刚刚差点被什么老板发现，我不要，就好好上班哦，不要让我们压力那么大哦。今天没课很开心，看直播没限制，嘿嘿。嗨，你要不要再玩光遇啊，一心？为了看你的台，我每日任务都忘记刷。还有什么？哇，看你跑图，我都忘记今天我还没跑图了，这样子吗？你主管上班也会听歌，还有，还是之后改成就是只有东一那个啊，东一局的啊，就是分数设高一点，然后就是口人的留下这样子，是不是也可以啊？就设个东一局，然后分数调低一点，钱调低一点，轻松口人。哇，怎么最近这么惨？每人一千开局吗？就只有荔枝的机会吗？不能设东一局可以哦，所以那就钱设少一点就好了。一般可能有问题，为了看你的直播忘了一定。那你就只好自己戴耳机了啊。我今天会一直在光遇，今天生日朋友都要上线哦，生日快乐。但一般不会飞，每一个人一千开局永远都是斩杀线，但很棒耶，斩杀线到了哦，每个人开局斩杀线都到了。没有，至少一个例子机会啊！不然我等一下出去开，我们开始玩。可是这样很没体验吧？有些人可能就变成陪玩而已了。有人修罗不能收，我知道，我是说东那个啊，东风厂啊，我不是修罗厂啊。说真的啦，不用为了我们看直播之类的，等你没有空。对呀、啊，其实这件事情我之前有在我的台上也有讲过，因为那时候就是你的台也常发生，就是什么，为了月月，然后什么上班在看呐、啊，或是什么没吃早餐在看台之类的啊。我觉得那时候你也蛮辛苦的，因为要管那些小朋友，也不是小朋友啦，就是。为了你做了这些事情的观众，我觉得你蛮辛苦的。哭啊！
每个要开始断要求了。先上课，好，拜拜。已经在学有点保修快了，对啊，快逃哦！哇，我也不用太快丢掉。那时候就常在说，现实顾好再看台。对啊，那时候其实想说，我也没有，好像没有那个权限在你聊天室打我的看法。我想说，我就挂着继续剪片了。睡觉吃饭比较大，那我觉得什么叫大哦？上厕所吧，肚子痛上厕所最大。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哦不，通话断掉了。上厕所是气很外的，守不住，对，那个关不住的，关不住的车是最痛的。你一天不啊？我想一下哦，一二三，我没有你这个困扰哎。哇、wow、不一定要追直播，有空再看记录档就好。像我每次都看其他人的末日记录档，你每个人都看完，你说每个人的视角都看一轮吗？哇，好爱你哦、喔！一天三次，三天一次，都是正常范围的。我就是久久一次的那一种啊，我只有在变天嘛，就是热变冷，冷变热的时候，我才会一天三四次。不是精华，他说记录档啦。怎么进来的观众好多都没看过？你是米罗嘛，对不对？嗯，对呀、啊，还打字啊？都连线好不稳哦、喔，等一下不要抢哦、喔，等一下我重开哦、喔，我看一下换个路线，我换个路线，如果记得的话，因为你们就通通我说啊没人了哦、喔，一。二，好，算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哇，我其实已经打出七对。你有打到断线过，赶快重开。有啊，我也有啊。他们也常出现断线啊，所以有时候我会留到我的那个倒数时间，真的已经压到底线了。
捷运安安，像哈记黑白 UHC 那一届第五档删掉，我很难过。他被巧克力吓到的脸很棒耶。哇，那真的很难过呢。直接打到跳 game， 为什么是气到跳 game 吗？我接下来有讲到有点恶心，你不要讲，靠腰，移除。你可以尊重一下聊天室的人吗？我赶快删掉，好恐怖哦！阿基很多记录档都不见了，你也很难过。哎，感谢被口了，谢谢谢谢谢谢。哎，我重开一下哦，我重开个线路哦。登出账号，确定。线路几线比较稳啊？对啊 ，B 呀、啊。哎，那我来 D 好了，进入游戏。不是他讲的东西是吃饭不能讲的话题啊。刘星他打了，你们要听吗？你真的要听吗？哎呦。感觉玩恐怖游戏的我不知道什么叫看啊，对吧、啊？反正他也不是讲很恶心啊，他只是说把呕吐称作为精华。我刚刚没有看完啊，他说喝康的时候，然后会把什么呕，看一下哦、喔。接下来讲的是有点恶心，喝东西喝的情况下，我跟我妹喝康的时候会聊有关排泄物的话题，我们称之为精华。哦，所以我们在讲一些精华的时候，你都会想到那些。何物居然换房了？没有换线路啊，一直卡，我一直很难受啊。体谅一下嘛。场外67269，啊是什么？你也没讲一下。那么我回来，我回归刚刚抢房前的话题。好，哪个话题？哈记很多记录档都不见了，你很难过。好，我们回来这个哈记记录档的话题，这个吗？哎呦，一早就想干他的事哦。我苏醒了吗？还没醒，还这么好哦。快阻止他国，我阻止不了，我只能跑了啊！亚猫安安，不行啊，他想跑。对不住了，我也想跑。对，像美风就行，搞不好在手上啊，搞不好在他的手上啊。
六七二六九减二，应该是修罗吧？有没有要进去玩的啊？蹦！哦哦哦哦哦哦哦！放弃了，放弃了，放弃了。我是比较喜欢他玩黑箱集那个被老鼠吓到的那个那一段，我觉得比较好笑。推荐科系这种问题，你直接我推荐科系，对，国中升高中有推荐科系吗？看你喜欢啊，看你专长是哪一科啊？你看我基础出来的。烤肉，我在频道社群问了问，棒。哎，还是卡，算了。基础都在上什么的？电脑啊。我不知道哎、欸，是基础都会学那个吗？什么？会计、计算机概论啊，会计啊，还有经济学啊，是吗？我只能给你我学到的东西啊。正在重新启动，哎，好烂哦！没留档，主要也是因为不知道他会删档啊，对吧？我才刚换线路就出问题了，我等一下换回来好了。抱歉了，等一下再抢的，抱歉了，我要再换回来一次。今天好像每条线路都一样，是吗？小雨看得到，看得到什么？有机会可以抢了，就比延迟啊！在那边拼延迟，哎，发现不对耶，我。有机会耶，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嘞。小雨看得到，对，我是说他什么东西吓一跳？他是开视讯的时候吗？呵呵，跟这群人手是一样的，抢房真的很难。没有哦，这已经不是手速问题，是网速问题。教主，我要连结吗？好，我看一下。你贴在那个，你有在 DC 吗？没有的话，好啦，你撕我，巨忙了，好，小妞拜拜。哎、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哎，大家都要调，可惜了，断幺九，没事。
不对啊，他也不是断幺九啊，你还在做梦哦？醒来了啦，阿鼠。哎，唐安安，阿鼠起来了，阿鼠。又 FB 私讯哦，好的。绿色再次离开了我。哎，没有，根本没坐起来，好不好？いかなる結末も受け入れました。阿海，你也很恐怖哎、欸、哎、欸，我其实等一下进章的话，我就想把一条丢掉哎、欸。哎、欸，这一集我好像看过哎、欸。古怪双酵素。好、啊、好，古怪古怪，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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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看一下哦。哦，小雨这一段哦，哦，这个我知道。哦。业配谁知道？平时都在看一些什么护肤保养品的广告，啊，最近怎么是在？话说不是有梗吗？断幺九他插的这个是绿色斯兰克。没有啊，我那天也是想要做一个混一色啊，因为我是大四喜混的那个混老头，我想混了一个老头进去啊。刚刚是谁在惨叫？汪汪啊！因为刚捷云贴给我的啊，一打开就是喂喂喂喂，然后小雨被那个树扎死了，长大的树扎死。你還那边还在呆群吗？我也还是活在他叫呆群的时候、欸。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要改叫木木群吗？为什么？我不知道啊，所以我问你们啊，为什么叫木木群？来，利恩，请说。每次都看你分享他的影片，分享的很勤哎、欸，咋会？算命才改墓的，哇，懂意思。那如果我不用算命，也知道我缺钱，我是要改姓钱的、啊。你命中缺钱哦，这个我知道哎、欸。老师，谢谢，谢谢老师，这个我好像知道。他名字属火，可是这跟频道上面的名字无关吧？我不知道啦，他是本身改名字，还是他我哎、欸，这个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在想，汪汪的本名难道是叫呆先生吗？对不对？呆里面也有木字旁啊，那你可以叫浅浅。哎、欸，浅浅已经送走了。你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是我家的那个浅浅跟那两只鹦鹉，和薯条啦，其他两只鹦鹉那个我爸送出去，因为真的是太吵了，没有弃养啦，只是送给别人养了。主要也是因为家里小孩子，怕他们在叫的时候，就是那种刚出生的小孩子，怕会就是被吓到或是吵到他们睡觉。最后就是送养了，
他本名属火，对啊，那为什么他频道要改？我不懂的是这个啊。啊，那是人家的事啊，我没事，我没事，没事没事，我只是好奇，好奇味味。改名重新开始，哦，那怎么不是全改啊？哦，我管很多哎、欸，天哪、啊，繁星哦，你怎么管那么多、哦？互相加成，你是说像风系查克啊，可以让火更那个烧得更旺吗？而且，对啊，呆不就是口跟目吗？因为汪汪，所以是汪汪。结果火先熄灭。干嘛啦？我要继续跟聊天室的聊天哦。薯条还在啦，薯条还在，我去抓他出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一下哦，我戴个耳机哦。来，薯条说话，怎么样？我讲话啊，薯条，叫，我叫你叫，有吗？有听到吗？熟悉的橘鸡。你也是老鸟了，嗯，好香好香，哇，鸟身上的香味真的是很好闻。哎，你大便还笑，你屁眼的大便，等，你先上来，你先上来，我擦大便了，上来了。不要笑啦，你干嘛？你大便呢、欸？你这眼睛看什么干什么？你大便呢、欸？你大便在我身上呢，小姐，先生。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是公的母的，他是没有下过蛋呢、欸。所以你是先生咯，养了你快十年了，你都没下过蛋呢、欸。最怀念的吉吉，吃掉钱。哦，他最近很开心的哦。我再去换个线路，我先换回来啦。干嘛啦？登出账号。哎、欸，你看到没有？这是杰云给你的饲料。有没有？这是杰云，认识一下他。他给你饲料钱呢、欸？哎、欸，荧幕不要舔，荧幕不要舔。两，你要摸牌哦！来来来，给你摸，给你摸。哎、欸，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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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吓到他了，哪有啊？我不能讲话。哎、欸，我先带他下去哦，不然，好，我们先，哎、欸，你只能出来玩一场哦，好不好？我们说好了，来，肩膀给你。欸、不要咬耳机，不要咬耳机，拜托，我跟你讲，你们都说猫很白目，那是因为你们。我不知道啊，反正宠物都很白目啦。养过鹦鹉的也是觉得很可怜，因为鹦鹉嘴巴就痒，然后纸类啊、电线也会咬啊什么之类的。薯条也咬过，咬坏过电线啊，啊，布布也咬坏过电线啊。哎、欸，对，是。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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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喜欢唱歌哦啊！唱歌。唱歌，你又大便，你又大便，不要咬耳机，咬耳朵不行，耳朵太脏了，不行咬。他有一次，他有一次把他的舌头往我的耳朵里面伸，我还想说你在干嘛？你在帮我清耳屎哦，太脏了啦，不要啦。又拉，砰！你要不要上来？对，你乖，你乖哦。爸爸在开台啊！咬过耳朵有啊，所以他每次只要靠近我耳朵，我都会把头歪到另外一边去啊。哎摸摸哎哎哎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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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都想要叫他帮我加班了，你知道吗？就是视讯造鸟笼，然后说加班台，他是间谍芒果，不是，他是间谍啊，对对，芒果。我想说间谍哈密瓜比较像。我牌好小，薯条，我都你呀、啊。因为这个品种的鹦鹉的配色就是芒果的颜色，有红色、黄色、绿色。好可惜哦，你没有视讯可以开。不能让大家看看你多可爱。间谍土芒果不是、欸，是黄色绿色的哎、欸。你会很怀念这边，我就没放你出来了，对不对？来来来来来，给你坐，给你坐。你去玩橡皮筋啦，白痴哦、喔！这边，这边橡皮筋，这边。他超爱玩橡皮筋的。来来来来来，橡皮筋去玩。哦不，结果他跑去玩纸。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一下哦！可爱的照片，有可爱的照片啊！他自己把自己套起来、欸，我等一下贴一下哦。他刚刚玩橡皮筋，把自己套起来。
No, 等一下啦，你这样会不会不舒服？你过来，过来，你过来，过来啊！哎、欸，薯条。等一下，因为这套脖子很危险，我先把你救起来。薯条，不要动。等一下，很危险，不要不要。等一下，耀耀，砰！你去玩纸啦哦。没有，他把橡皮筋当项圈在戴啦。所以我才不太自在，开台不太喜欢带他出来啊。这张，他刚刚就是在玩橡皮筋，把自己套起来。对，所以他刚刚就是橡皮筋已经藏在那个羽毛下面去，已经看不到橡皮筋了。我怕他会不舒服，就赶快把他拉出来。没有，这个跟狗那个一样啊，狗狗不是有时候流浪狗吃便当会把那个橡皮筋套到脖子上面去。哎，小姐先生，你太过头了。对，他刚刚就是在咬那个桌上的纸。哎、欸、想说给他玩橡皮筋，叫他跑去玩。结果我刚刚回过头来发现他已经套上去了。看到皮卡丘没有啦，那是连发手吧。但桌上有点脏。那系连发手吧。薯条真的老了哎、欸，养很久了啊，就是颜色变得比较淡了。你要不要吃这个？不是，你要不要玩这个？欸，小姐先生，你不要去招垃圾。你家有一只差不多十年玄凤，站不稳。对啊，就是刚刚其实主调它的抓力也有点不稳，以前就是抓得很痛，抓得很紧。它最近要放在手上，它就有点开始抓不住。哇！哇，你飞了！薯条几岁了？应该九岁了吧？
你几岁？你几岁？都忘记了、欸。然后顺便带薯条下去楼下了，感谢各位啊，感谢。哎，你好了，你够了。先生，林简先生，哎，你不要叫成这样子，我没虐待你，我根本没碰到你，过来，你还咬，先生，你破坏了我的公物，你还想在那叫？警察打人啊！好，我回来了。鹦鹉都那么可爱的吗？看个性欸，我觉得薯条算是不错个性的、欸，会跟我，就是要看那个鹦鹉平时有没有跟你互动。本鸡低草，腐化战场。因为其实鹦鹉的智力就是跟小朋友，就是，薯条的智慧可以到三岁，然后像玄凤、灰鹦鹉那些，等一下，哎、啊，你不是说抢不进来啊？抢进来了，等一下哦。然后有些大型鹦鹉的智慧可以到那个，可以到十岁。来给你们看最近兔窝的新贴图，那这不是赖的啦，这是在只有兔窝里面可以用的。对啊，就嘴贱呐、啊，真的是嘴贱呐、啊！看到什么日历呀、啊、报纸啊，又东咬西咬，咬一大堆，所以我的桌上才有一大堆报纸。就是无聊丢给他慢慢咬。等一下我许愿那一张咧，我在这。捷云回来，捷云想跑啊。好了，绿奶。哦，没有那个用不到那个贴图，对啊。闭合机会嘛，很难呢、欸，很难呢、欸，歪了，大歪特歪。你崩溃了，你怎么了？我看过天河被换成二道，好惨哦！你说骑什么天河就会一定要换出去吗？有啊，我之前就是讲，
如果开局是直接国士无双天河，还要换三张出去，我很难过，我一定会很难过。场外第二次大七星扫，扫一巡。乖，你乖。看看繁星的台。他好可爱哟！瞧你怎么那么可爱。感謝します。我把薯条照片贴在919，喜欢的可以去看一下哦。啊，快乐分享区好了，快乐分享。薯条。啊的，弄。リーチ一発ピンフドラリーチイーペーコー。尤花安安，尤花要不要看我的鸟？刚刚上面套了一个一个塑胶东西，要不要看？哎、欸，我其实刚刚放它进笼子的时候，当然就是意识到说，其实薯条这个有点不是很好。看一下哦，你看，很可爱哦。你找到天河被换掉的影片了，标题叫什么啊？套在鸟上，不是他自己套的。你以为我以为你在跟我开玩笑？没有，我都认真的，好吗？蹦！哎、欸，干，打错啊！蹦！不是啊，他自己玩橡皮筋啊，自己套在自己身上啊，复制完成，是吧？去查一下。哦不哦，这个影片呢，我还没看过。哦，看，他不是叫什么一满 VTuber。他看得到。龙。
看。一只刺猬吗？对，就是那只刺猬。我知道啊，就是就都溢满啊。我有时候每次我有事每次都会打开来看啊，就看。哇，你好多字哦，杰克，怎么那么猛？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二三一二一二，哇，你好可惜哦。这应该是捷云吧？他是捷云啊。同順ドラハネマンツモ你好丑リーチツモイーペイコードラドラドラハチ数え役我想说怎么自摸可以这么痛好痛哦没差啦我怎么知道我没有领上开花我那时候是几个礼宝牌啊11张吗还是多少我忘记了欸好早以前哦、喔、还是根本不是11张是11个宝欸不对啊好像欸没有最多好像7张礼宝还几张忘了你们觉得一满场要开检视手牌吗？嗯，也不用开吧，反正都知道干嘛，只是知道他开始听说没听而已啊，对不对？80896一满场啊，白痴哦、喔，都不要胡，最好都不要胡。我不会想玩一满场，也是因为合不到，感觉会有点绑架，而且又觉得有点单调，单调。雷满可以吗？嗯，这就攸关到我们那天有讲了，出现一个溢满，我就加开一局，因为那时候是玩到12点嘛，又自己在那边和那个斯坦克。自己和斯坦克自己把自己加班，我不知道我在干嘛。
欸，你氪了也很多欸。原来你有这么多钱哦。你妈妈知道你在上面花这么多钱吗？干你屁事哦！你吗？对啊，你啊，你都已经供应商了哎，你还差多少大护法？为了氪金在上班，哇，这么拼的吗？那你有没有为了我啊？凭什么嘛，对不对？啊，凭什么啊，繁星？你有啊，我知道你有啊，所以我再问问其他人啊。这个绿茶牛奶也是那时候什么时候玩动，两年前玩动森那时候就是认识的。因为当时就是我们一群人在，就是兔窝一群人都在玩动森，然后就彼此去彼此的岛上面当做团康在玩。为了你上班，这个不是情了，这不是啊，这个是这个是我们让你们有目标可以好好当社畜，都氪都氪。不是啊，你感谢雨恋，感谢克洛伊的超级留言。教主要试试看大三元吗？我试过了啊，你是不是都没在看我的台？弄了87，好，不是南风场番薯，大三元。这个人是在无聊打字吗？偶尔可以给钱的。好啦，谢谢绿茶牛奶，谢谢。啊，你要不要加回会员啊？啊，这个应该是来乱的，我给他死好了。力气。啊，你有常来兔窝打麻吗？我们这边现在开始麻将桌可以开到4桌了，欸，4桌以上。他们都可以在一个小空间内在那边聊天聊，你知道吗？就一个语音频道里面有3桌麻将在那边打，他说你把我东风碰掉了，没了。他说我没有碰你东风啊，东风放在手上啊，这样子。他隔空喊话。我要偷偷讲，我为了给你钱上班，你是真的假的？谢谢你。我要给你一个爱心，我的爱心呢？在这里，看好了，这是我的爱心。确认一下属性。哦，好，对，没错，爱心。其实他手上是比爱心的啦，看得出来吗？有没有比个爱心？给你钱，谢谢小月的超级留言。
昨天玩五小时，笑了一小时，玩什么？力气。哎，你昨天有哦？那有就好，有就好。感谢林鸭的会员，我看一下 SUB 那个，对，那你可以截订阅证明到 Facebook 粉专上面，然后我最近应该会跟小帮手学怎么拉进群这个东西啦，不然有时候你们已经加了已经四五天以上了还没进群，我就觉得很愧疚。哦，我昨天没参与到混乱。安安 DC 是会员才能加吗？欸，是，没错 ，DC 跟赖群都是会员才能加。不然就是我只每天都要叫他，欸，帮我看一下，欸，帮我看一下，欸，帮我看一下。不过好像没办法加退群的话，我还可以。不行，退群那边我不太敢用，原因是因为有赠送订阅这个东西啊。你可能赠送到来路不明的人，那他其实也没有很意愿要加你，就只是突然被送到订阅了嘛。然后他有这个资格进 DC 群，导致就是会变得说，今天可能会来乱的人加了你会员。被送到会员就进了群里面乱来什么之类的，我也很难管控，怕是怕这一点。我想说既然都已经会进你群，应该是会想要玩还是怎样，我不确定。亲居还可以滋滋的性别弄错，还好吧，场外十八番欸，我的发，有没有兔窝的人可以帮忙拍照，我想看十八番。今天不口人吗？今天没有啦，今天因为早上出了点意外，就是想出去看医生，就把台开着去看医生，就发现有诊所没开。你传了我看一下哦，哪一个日麻？哦，累积溢满哦，弟子领上门清七对混一色三番，宝牌四番，红宝牌一番，把北三番，离宝牌两番，哇，好扯哦！等。这个图片你们看得到吗？你们点得进去吗？有场外吗？你要不要开一个啊？你开一个，我帮你喊啊，喊不是喊好吗？我帮你喊三声。欸，我那时候是做了几番去了啊，我好像因为觉得后面剪累了，我就没有再开了。看一下哦，几番，是吗？小精华，我做了几番？哇，好像没有剪出来。
那时候做到几番就不会加上去的、啊，32000是极限的，对不对？ピンフドラドラニ。要说三吗？也蛮容易的，对啊，这个我知道。我还没点哦，没事哦。完蛋了，要一直嘟嘟嘟了。三马果就三马就很容易呀、啊。然后三马也很容易那个啊，被绑架啊。开来玩玩看，就是大家的手牌都看得清楚啊，一清二楚啊，想干什么坏坏的事情。断考考完两科，偷偷挂台，反正下午就没救了。加油，考试加油，不要没救了好吗？可以不要这么想吗？好好念书，至少把英文读好，对你未来不管是玩游戏还是做一些事情都有帮助。你看，至少你玩那个抓恐鬼针就可以不用安装什么简体输入法，你就不用，你就可以直接讲 give me a sign 了，对不对？事后公开没有啦，就是你的手牌直接是看光光的了啦。我叫做事后公开，太不负责任了吧？我边设定个东西边打，等一下、喔。因为昨天不是测试那个失败吗？就是揪团这个功能，我继续试试看哦、喔，边试边弄。橘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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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的橘色。切换工作室，然后嘞，预定，不是，设定，关闭。太危险了吧！历史不是背一背就好了吗？你还可以篡改历史文字吗？历史不就是要拿来篡改的吗？没有啦，不要乱学啊，好好念啊。历史是会被篡改的。弄午餐时间。好好好，也好也好哎。
然后内容，我看一下哦，直播影片，哦，编辑制定，新增其他频道，对吧？还是不行欸，接力怎么那么难接啊？砰！我再去问一下好了，时光机的部分，那个揪团好像对方要开启才可以中啊，果然是这样子吗？我想说偷偷带都不行哦，好烦哦。那晚点再去问问看好了。闪是什么形容词？什么闪？这把好闪，什么好闪？打字不太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哎，哭了，老一番。算了，我传无界用的图给你，好啊。我知道啊，因为那边有个说什么谁谁谁可以导向我。哦，对啊，这个我有，有啊，这个我都弄好了，我已经弄好了，只是对方没有把我，他就不像退局啊，不能偷偷带人。对，对方也要开。哇，不然我想把你们带去我之前说声音很好听的 B 那边。我等一下就是想要休息的时候把你们带过去听。其实所以没有想象中便利，对啊。YT 就比较偏保护个人做出处做全资料的地方啊，不像退群。还有个新功能，哪个功能？等。你是用西亚那方式揪团哦。就是不是西亚房子，就这功能就是这样子啊。频道范例，嘿，透过这在哪里啊？这什么功能？那所以其实我哦会出现的范例哦哦哦哦哦哦哦，所以其实我昨天有揪成功，只是对方没有让我这个权限，因为我昨天就是卡在怎么送出去，他说没有资格还是什么。应该吧。
因为看起来没很好用，所以才没去研究，就还在观察、啊。毕竟讲真的，你要选择单纯直播的话，还是退取会比较好啊。啊，我有讲过，我是因为勾勾被拔掉，活该被拔掉之后才离开退取的、啊。你上家跟我打过了，哎、欸，真的假的？哎、欸，那个不好意思，如果你下次有再看我台的话，那个只能打一次哦，一天只能打一次哦，那个不好意思了，我们只好离开了，真的离开了、欸。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那个银辉有没有听到？下次如果一天打过的话，不要再抢进来喽。抱歉，我不知道，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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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错啊。顺便再跟你讲个好消息好了，你下班了是吗？好，没事没事没事，刚好要结束了，快去吃东西咯。这什么消息 ？Hello Life， 你可以讲懒人包吗？我看不懂，字太多了。可恶，没跟到！你以为我可以打人难过？白痴哦！今天阿米狗结束后，哦，没阿米狗啊，不知道。反正今天看要不要抓鬼还怎样吧。十二点了，休息了，开三小时了，放人了好不好？三小时零六分了，休息啦。好啦。好，你修好，我修好啦。这个啦，这个人的频道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哎、欸，那个谁，克洛伊去听，这妹子声音很好听哦。你币好多，能分我一点吗？我币好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好不好？哪一个啊？在哪里啊？哎、欸，我去怎么换称号？没错，忘记了。哎、欸，哪边我忘记了？仓库不是装扮礼物，不是。哎、欸，在哪里呀、啊？忘记了，忘记啊，这里也、欸、不是。哎、欸，去哪看那个？我也供应商了、喔，对。哪边看你自己去哪边领供应商那个东西？商店。你刚刚有点到，不是这个啦。我是要去看还差多少氪金页面。哦，感谢感谢，契约等级这个啊，还差2100，快大护法了。好啦，那就这边啦。对，我们去听妹子的声音吧。那大家晚安啦，拜拜拜拜拜拜。我也是喜欢听她的那个台去做事情，她声音真的很好听。好咯，拜拜。